怎么样赢了冠军，很爽啊，很爽啊，才刚才公布成绩的时候那个样子不是爽了，对，是有点像样到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我问问你，二十年前当我们做第一届的新秀大赛的时候，当年你几岁？四岁，吓到我一下。你今年几岁？24岁，当年是四岁。那你知道第一届的那个新秀的比赛长成什么样子的吗？完全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马上去看一下那个画面，好不好？